要甲阮讲一个题目，这题目若是愈是长人，达人会知影，达人会明白，达人阮有清楚这物件，会做到未做到？另外讲，啊，你若是长人来讲，你定都会清楚，安尼叫做孝顺，安尼叫做友好。OK， 咱长人的头路那款，你使无累，你使无搞。你使无地位，你无关系。唔好无人会讲你无搞，亦无人会讲你无镭，唔好无人讲你无地位在社会。但是你话不孝来讲呢，在当人头路是未使。哇，你这不孝囝，人会讲你啊，路头路尾咪讲你不孝。啊，人咪记啊，你讲。咱当人每一当人无论大波怎好，咱咪惊，互人讲，互人称咱人讲是一个不孝囝。也是咱来看，咱当人的这友好的文化的一个想法，的一个参考。那我袂讲我真啊亲，因为我短短有啊个教会二点钟嘞，点声了。我系讲啊个咱会明白，因为这只长的一个故事来，咱要讲到只深到几遍，咱啊个会明白知影，咱安怎看，教堂安怎看，基督教安怎看，了。咱人当人的方式，这友好是安怎款？哎，基督徒信主了后是不是不好嘞？啊，这是咱人未来了解的。OK， 啊，你看了咱真有啥子声，啥子壮的声法啦、跑啦，咱人有安怎讲？咱有甲骨文啊、甲骨文的套字啥的声的啦，而且是老字，这是好。有友好，有一个老人都唔顶，看了一个囡仔，看了一个友好 ，OK， 就成日写来 ，OK， 咱咱要来，甲你讲个事情，友好，大家讲友好，友好，啊，学这字啊，友好，友好，父母友好，啊，无叫孝顺，大家讲孝顺，孝顺，友好是中国，咱中国当人啊是，敢若当人有诶一个只高尚诶品德来。是干那当人有尔诶，到去西方诶文化内面呢，阿摩人呢也未晓阿咪叫做有孝这两字诶。到去阿摩，因由细汉因即爸爸妈妈带囡仔起来教我行件啦，就是 honor your father， honor your parents， respect， pay respect， 即叫尊重诶。孝这个物件呢，孝这字，友好这字，是咱当人必必有的物件。OK， 那我今日甲你讲这个友好的这字呢，咱今日有淡薄了解咱当人东方的思想甲西方的思想不同。OK， 咱当中国人啊，当人啊，才熟教呢，对这物件是经过经验，伫思想对生活体验了。咱会去慢慢了解，咱慢慢人讲华语讲就领悟，解悟出来的物件。西方的唔是的，西方的物件，西方对象也真古来，我们真古。阿咪，如果咪，如果咪逻辑，搞讲，这西方的思想是哪款？所以如果讲友好，就是阿摩人、西方人来讲友好，阿真按住真古来有友好，样也别出来。诶，友好是唔是安尼简单？那如果话咧讲个食亲嘛，都可能都无明白，也无一定啊。咱讲食，咱对人食个食呀，咱对人认真包袂啊。咱人讲食，过来食，伊都会看到啊。那有啊，咱个阿婶做食呀，你看，咱对人啊，真啊注重啊，好，卖假咯。对人是哎呀，卖假咯啊，好讲啊，咩啊，你好，你看啊，注意啊。咱当人的官不是硬的，咱的官不是硬的，啊，咱下到去 restaurant 吃的多，啊，你下中午的饭的不是硬的，咱咱想是个完美、圆圆满满，啊，了，阿摩人吃也无像那一人一碗，哎，啊也多也深啊，啊，也多甲深啊是安怎要抬嘛？你睇嚟看，开嚟看，啊会只啊会只啊，啊白开，啊嗰边安尼款对唔对？所以都要阿摩西方嘅想法就是要清清楚楚隔嚟只，盲试什么只？
切了后色啊，色啊色色，无咱咱甲咱无相，这思想无相啊。了，咱人长人是牙，阿咪，这个咪卡杜啦，卡杜唔是随便的牙，都叫无人牙卡杜，牙无落咯。啊，卡杜人讲阿咪，牙卡杜是爱烂破，牙牙滴会烂，都该卡掉，都该捏掉物件。这个是咱长人的想法。那中国人的想法呢？刀啊，袂使牙刀尖，刀顶面的。袂使真刀真枪下在刀顶面的，刀下在伊凿开，刀裁了切了，该使人捧在伊刀顶面。阿摩人无想呢，你使人刀下在伊刀顶面的。伊说阿摩人讲话是直直的，真刀真枪无弯来弯去。咱长人答，咱长人是直啊，长人啊，长的人啊，了直，特别内面无直啊。啊，今日我讲到乱，你不要讲乱听哦。说。所以，央视当然是牙刀切好了，就去凿卡，甲牙出来。佮酱酱件就是无用刀的，佮食 Western food 咧就是袂用刀的。OK， 那所以我才讲咧，那是袂牙刀刣人、斩人、剁人咧。中国人是对后尾凿卡，伊无做后整。啊，阿摩人咧是用啊，阿摩人是明刀明刀明枪咧。头甲你讲诶，放落去多顶面甲你讲诶 ，OK。中国人右脚都是爱平衡诶 ，balance， 袂使无人右脚都去堵人诶，多介堵人，脚都无堵人诶 ，OK， 是 balance。所以中国人诶思想，即看重即个 balance， 即物件是每一半一半来平平公司食啊，联络感情者，可能食老好了。老是大家哇卡住到去啊！哇来啊，请我吃啊！咱吃咪零半分强啊！咱吃咧叫咪叫以上，哎呀，落啊落啊落啊！卡住到去查到去，垃圾啊！啊，无人得要，安尼无卫生出，唔知你吹哪下，我吹哪下哦，一样是一人一半。所以可能东人的想法，甲西方人的想法有大的分别啊！所以对这有效的物件。阮是无相的，佮食西方中国人真看了真啊注重即个平衡平衡啊，食物件阮是一半一半来平平 share 平平大大平平食，西方是个人食个人的，自己自己自己顾自己啊，任何话啊，个人食个人的，了真啊看重个人主义的，或者所以你看美国现在讲到是。伊是将是伊一个人做 hero 的，大家死个了，伊后未死哦。枪炮啊，开 BBB， 伊个后未死啊啊，就是安尼款哩。所以你看了，所以咱当人正是甲人分享，然后真正注重人甲人的关系，食饭是建立关系，一家人食饭啊，联络感情啊。啊，无人食饭无一定是爱联络感情个咯。啊，啊无人搞到食饭是来唔食，啊未食饭就咱倾好势咧，倾好势就来食饭。啊，无倾好势，袂使食。咱当然是来一边食一边讲啊，聊天啊，咱来倾个好势。所以思想也无相。中国人到底关系内面呢，是经历甲人一个来往，一个沟通，一个了解。西方是经西方人，西方的文化是经过要分析啦，要用理由啦来去看这物件。来看正解，所以中国人讲真理啊，唔真奇怪。咱今日要讲友好，无囡仔长，尤其咱长人的囡仔，细细汉甲大汉啊，友好这字啊，唔是一下出世，伊就会晓友好咧。细汉时都看，我今日我才38岁，我10几岁时来办友好，即、这个孝顺父母会了解，甲我今日38岁了啊孝顺父母了解是无相款的。10几岁啊，听妈妈的话叫友好，听爸爸的话叫友好。今日38岁唔是听爸爸妈妈的话，你简单。咱是过了生活，咱过了生活，咱有一个感觉。咱能看生，即、这个友好是生命生活内面的一个体验。咱感觉愈直接。我讲我家己
经济好啦，讲家己经验好啦。至少我，我对厝，我看我妈，我发觉你我妈朋友同我白个济，古早无安尼济白项目，当然有，古早无白项目，但是朋友看伊白我安尼济，我朋友感觉到我妈老个济，我会感觉到，诶，我甲我妈的日子过日子应该是无济啦，我袂。多啲啲有啲點聲，我去盡量解病病，盡量解溝通，盡量去了解佢愛阿咪。古早人對家老母應嘴啊，佢講啲人聽無順，啲人嚟講嘅言語，咁你老未做呢件啦。我有效嘅十幾回嘅事，有效嘅今日嘅有效是內行無想了。人人愈大行，人愈未感覺到，人人跟老伯老母，人咧想辦法嚟報答佢。人人未来，大家生活来面感觉到，那只是咱老爸老母过身后，咱人就无机会对伊好了，咱无机会来友好伊了。这个是两人的友好，甲西方人的想法不同。咱会愈大汉，咱会只是愈大，愈不像嘞。了过教育了后，愈囝了后，愈过会感觉到，哎，哇，我都做完了，做老爸老母无简单哦。安怎古早我咧无听喎？安怎后我妈咧激气，后我爸咧激气，你感对感受佫无相。所以你看到东人的友好的想法，甲西方人的 respect honor 是完全无相。今日咱来看，小王话 ，OK， 咱讲几耐字啦？对，咱讲中文容易啊。头一句话，那只可能应该明白啦，即上面读到了百善孝为先，这是如果读到都唔知人讲嘅啦，我讲你是清朝嘅人啊，王永明讲嘅，伊讲啦百善孝为先啊，咪，你要做一百个好事，成友好成，你无友好，你做一百个好事，唔是假，这是两人嘅想法 ，OK 啊，然后咱看孔子安怎讲呢？孔子一公民，你用孝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民之行也。有孝父母啊，有孝是天经地义的，明个讲咧，无限讲的 ，OK。然后孔子个另外就讲啊，父母之信，不可不知也。义者以喜，义者以惧。你要让老爸老母幸福。未使唔，趁未使唔在，嗰时你可以欢喜。啊，咱嗰啲可以讲，嗰时咱有一个尊重伊，有一个对伊有一个尊重啊，意思。了孟子讲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有无你明白个难咧啊？你再讲他个半汤汤半汤煮就对啦，同你是讲。意思你讲咩？你要过老人，你问过你家己老伯，你要过别人的老伯，问别人的老人，问你要过囡仔，你问过家己囡仔，你要过别人的囡仔，问啊，这社会就好了。孟子讲，哎，这里面讲的啦，叫咩啊？叫做垂帘春草新，抱得三春晖啊，慈母手中线啊，这个了多太贵。所以咱成人的头脑同咱的社会真正看重友好啊。啊，好就是怎么讲？一老人都唔顶。啊，囡仔有落去下底，啊，咱扶了伊，老是扶了伊，扶了老的啊，意思啊，啊，比如是咱长人啊，尤其把这个少年家，真正无大无细啦，叫咱老爸咩，老唔死的啊，啊，老的啊，我厝的老的唔是安怎啊，咱的观念啊，要看下，就来，当伊咱人的康熙字典，以友好意思安怎讲呢？啊，《康熙字典》啊，《说文解字》你讲啊，友好这字的意思是一领活动的啦，都一领准确的来解释啦。好是叫做善事父母者，从老省，从子承老也。就是讲，就是要对老爸老母好，孝顺伊，对了学识善，就是善待咱的爸母。学士就是侍奉学士，咱爸母对了伊来对了伊，学囝甲孙孙来对了囝了。了后，伊说文解字《尔雅篇》内面讲啊，善父母为孝也，对老爸老母好，就是友好了。
不看那象形文字啊，像那些老人跟他摸老老人，就跟他摸老人，那惊无聊伊怎么讲了啊？那个就不爱看。OK， 除了甲骨文、甲骨文、金文啊、小篆啊、隶书啊、楷书啊、行书，木工有呢。经文讲呢，经文里那呢是一个面向都平长了汗毛的温故的老人了。然后头前有一个囝，无聊的老人。小篆，要是老人有唔读的唔顶，一囝在底，意思是讲一囝养了大伯的意思，都是予伊对伊至亲来顺服，来孝顺伊。意思讲善事父母者，相关意思啦，就是叫做孝。孝就是安尼款来对咱的许多人有尊重、服侍伊，是爽的者，咱要怎来看 ？OK， 当然，咱对在古早啊，咱对这个人死后啊。真啊，深的一个生活啦！哎，讲啊，比如人死了后啊，灵魂去接到伊这另外的世界位，啊，阴间的世界生活甲咱活的人啊，是真啊同款的，有衫穿啦，有食啦，有住啦，有行啦，木有拍麻将的，都破麻将的啊，娱乐啊，了啊，阴间的生活爱物件咧，咱这后代的子孙特别有责任来供应的。所以，相反的，咱也是讲，用伊咧去做咱的时代，做咱的祖国的个保庇，咱的后代的意思啊。啊，咱就来看啊。啊，这个世界观呢，甲佛教的六道轮回的世界观是无相关的。那是人，那是死了后无谈到十代，无讲用伊啊。啊，伊个会变得孤魂野鬼啊！啊，孤魂野鬼啊，真正可怜呢。因个会真正来做运女，做运家己囝孙，互人看病，互人勤苦，互人做事无顺利。啊，基督教的信仰一向无对这拜这个鬼拜灵物件，只强盗妖化独一的神，无拜别的神。所以，当人真正勤苦接受基督教的信仰，大致的变。人来看，啊，你可能无效应啊！啊，这是因从前讲人死了后，人就因过关了另外的世界啊，这是白白开门了，那是别掉呀！啊，你说我用白白开门了是别掉呀？啊，对，啊，你小可爱是别掉呀，这是我白白我开门了。了，因过来另外的世界了后，做咩哈？因有嗰啲情商啦，啊，因有俾咱做啲嘢，啊，你翻嚟沙嚟烧为情啊，我因嗰啲。另外世界也痛苦，伊无三千人，就赶着看病，佮无乐观，无力看乐观啊！哈，咱佮看了伊个爱物，咱佮欠用，咱佮要食物件，伊都要烧香来食，然后这叫做这叫啊软啊软啊，佮要来食个嚼嚼，无伊无伊食无饱，伊佮来找路了，啥物啊？然后啊，佮要烧大厝来大啦，伊无厝大，咁伊起山去啊？这是佮注意，我唔知啊。来，咱去看。啊，你要烧车去坐啦，你无车坐，啊，你行路，行啊，穿穿行个啊。这个是要紧啊，你看咱这边白头的，啊，什么赛啦，无烧火啊，你是第一次的什么赛啊？这大赛人啊，哦，我是唔知啦啊，咱去就来看。啊咩？啊，佮我请个 driver 而已啊。OK， 除了多有车多，明天伊多老他们家闲的啊，都买烧麻将，伊该搏麻将。我嘛做一人个微博，安怎好？都佮要少淡薄几个人咯，伊话伊家做店做朋友，家斗搬斗博斗享受啊！了，除了即个生活顶个需要，伊嘛是要占用抓字个嘛啊！你要少淡薄抓字落去啊！你话即是我即一百万啊，那是我有一百万，只要有一百万样个啊！你会使少淡薄抓字落去用啊！伊家个。过日子啦 ，OK。Now， 伊安唔止会使烧镭予伊，了后尾有一个封条啊，一个叫封条啊。但到你烧唔着，你有一个封条，你无叫无用这个封条来打了烧予伊，互别人抢伊啊，互你无信主的祖先啊，因无拜的无物件，只也无镭啊，因无抢啊，你抢这
这人的内容，啊，佮了紧啊，这封条内面都袂写咩啊，镇魂享用，外魂无分，就是我的祖先该使用尔，别人的祖先袂使用，别人鬼袂使来，别人人袂使，干那互我的家己人用尔，镇魂享用，外魂无分，啊，无的特别，这原来老卡木有 boss 拉住啦 ，boss office 啊，夹位啊，啊，咱佮看物件，咱佮有背景箱啦，因为。如果不用想那是啊，互你新住的人啊，做鬼啊，无你开来消费啊，哈、啊，你看到这不用想，还落地得了啊，大厝个诶，卫生落地少而已，好无 ？OK， 咱来看民间的宗教灵魂观有分在哪里？头一个是咩？头一个是有宗教意识的啦，甲无宗教意识的，自然死的啦，甲无自然死的。阿咪叫做主人师，叫做一起我甲七老八老了，伊受重啊正情，伊门开啊多处，安尼款无开死，要就叫做一领福气啦。啊，因为火烧够了，了有诶是无火烧够啦，伊着意外互车撞死啦，伊跳了自杀啦，伊互大树丛跌死啊，即叫做非自然死亡啦。啊，非自然死亡，搁要看伊是有宗教意识啊，无宗教意识啦。咱来看一个，来看啊！咱看头一个，头一个呢，那是一七老八老，伊死去了后，伊遐门开死的呢，咱人当然叫咪，伊叫丢办西山啊，就是欢喜的丧事，因为伊毋是夭寿死去的，伊是门啊是福气到，伊的火烧到了门去了，伊个叹着。谈到安怎谈到保庇啦，有福气啊，伊福气正长，所以伊有真侪个子孙来甲伊超度啦，来甲伊做办理后事啦，伊个子孙接近七八十个、成百个来甲伊做这丧事啊，所以是正有利益，有照顾了，所以不来做啦。咱看第二种呢。第二种，伊是夭寿死的啦，伊是意外和车撞死啦，和自杀的啦。这种的咧，若是有宗教意识咧，都不要紧，因为伊会做伊的子孙会替伊解决问题啦，会烧金纸，伊会替伊做功德啦，做大厝啦，来烧这物件，让伊家己过啊这关，啊过啊这关。那咱来看第三种。第三种咧是无人，伊是意外死，唔是自然死。意外死都无宗教意识，无人可以食，无人可以物件。前个咧无可以提供这个了物件，伊就变成幽魂野鬼啊，伊变成一个恶毒的鬼啊，啊，伊来阻拦人啊。所以咱当人到七月半时阵咧，咱就尽量做咩？尽量做超度啦，做阿哩可以。希望讲啊，伊无来做乱人人啦。咱来看第四种，第四种的是啊，第四种的是，伊是自然死的，老死但伊伊无子孙，伊无教因，也是伊的子孙大外婆的，也伊无人料理伊的，伊就变成幽魂了。伊甲这个无相了，这是会嫁人的，这袂嫁人的啊。欸、我无乱讲，你是咱从咱个民间个想法是安怎啊？我去读无少了，我去了解无少啊啊！为啥哩？然后你看到四种啊，咱看到咧第三种做咩？咱就请回教啊、道教啦、佛教个解样超度啊，希望样平平安安个上路啊，莫做乱人啊，莫去教了人七鬼半样做破道，即叫做破道啦，解样做啊，咱物件。然后咧，幽魂咧无人管咧，佮做咧纸牌，即纸牌叫咩啊？本境内无主无依，孤魂啊，自魂自魄等众啊啊，即个无人管咧啊，请走啦，无依就是无论是讲啊咩话啊，福建话、广东话啊咩话无依，然后杂货就是。不管我们识人，都是人会惊，都是跳惊，都是无人管会惊，大哥查某会惊会笑话，希望伊平安平安，莫来做来。这是咱人民间的宗教的仪式。咱来看儒家，
儒家的孔孝道，儒家的孝道叫做无为啊，无为，大家讲无为。哎呀，你是讲无为的来看咧？儒家的孝顺的孝法的内容是哪款？啊，就是《论语》的正篇内面啊，有一个叫做孟义子，就是鲁国的大臣生来啊。因为孔子啊，为孔子的回应第一本的什么？孟义子请问孔子讲孝顺父母的原则是哪款？孔子简单来回应讲两个字，叫做无为。等有人明白，咁叫无为。咱来看落去，咁叫无为啊。咱看落去，比如孔子的学生叫做范迟，就是为孔子换车的时阵嘛，负责孔子坐咩车去啊？当时因嘛是你知影，以前嘛是你时阵咧，孔子佫提起啊无为的代志。了范迟就默默明白，孔子国家详细来讲明，身世之以理，死葬之以理，祭之以理，无为既不违背事亲之理。啊，意思为无为什么意思？无为就是无讲违背了孝顺服侍咱的亲人的礼数，袂使减轻。未使无服侍，未使无孝顺，无去顾咱个亲人个礼数，叫做无为。伊这是儒家个思想，咱再来看啊。OK， 阿弥是叫做身世之以理呢，就是老爸老母活着时阵，咱要予咱个爸爸妈妈个，落去啊老细个点声，恁个点声，要予伊慢慢着啊。热天的时阵，莫来热着。啊，暗暝困的时阵，咱个要服侍伊，让伊好困，忙未困。早起的时阵呢，个要问，咱可能无了。这是周易甲有呢。古早看咧，古早伊啊，伊囡仔一困醒啊，父亲大人做哦，啊母亲大人啊，请安哦。咱有去其他人诶，你爸爸诶，爸诶面头前，妈妈诶面头前，安尼解，无得无啦。啊，这是人伊安尼讲啊。啊，病好啊，伊看病时阵都要担心，爸你病好啊未？啊，咱看都困哦，妈都着病安怎？啊，有较好，这是安尼意思。啊 ，A 饲无尊重，我咪分别咧。意思是讲呢，养老会饲老爸老母无尊敬你啊。你甲饲马、饲狗，无咩分别咧？啊，这是孔子讲的啦。啊，咱来看第二个，死葬之以礼。我想讲《孝经》内面上经篇讲啦：为之官以庆而举之，普其载灶而安错之。就是咱的老爸老母过世了后，做囝的要准备要换茶后衣。内面咧提浓烟，会换茶，下放下伊个身躯要真啊注重，下卖翘歪，啊穿块穿水水，来放软软，伊无软袂使硬软啊。OK， 啊了，搁要予伊有就是要来看管的时阵要做好势，了搁要靠，送伊出山，拣地好个所在来待。那我把龙江出看的，我以为做死的，我做过个七八公司喂。我暂时把个五岁、六岁的我记，我妈好了，我妈，我从来唔捌看过，我看真济创作歌手啦。但我无看过我妈，我妈创作是真好个啊。而且我看我做死以后，伊过来哦，喂牛诶，喂牛诶。你创作呀？这样，安尼款，我不看不着了。跟老一辈白卡一样个样呢？我把你看袂着，人伊老爸老母死着啦。咱当然嘛是安尼款咯。咱个老爸老母死了嘛，伊惊伊要哭到上辈，都会计别出比三更出未知，无知来讲，那是不好了。啊，你个要哭啊！所以看。新加坡的养口袂出啊，要请专业的好人。王爷，新加坡请好人咩啊？有一点钟请好几，好一点钟来过来啊。
那你都不敢做，你还考虑点干哪里买呀？干哪好嘞？也红油薄个椒，好啊！这是咱人，这是咱人等人看安怎来落来带咱个老爸老婆。OK， 季之以礼，春秋季氏以时失之，成其富贵而哀弃之啊！就如果你话，你不要违背啦。啊，咱看简单的话来讲，要如果要一年内面，特别是挪刀来去拜祭，来去拜祭，咱的祖先，咱的爸爸妈妈，以刻刻来怀念你爸母，用这个四角的这富啦，就是底有只底底底个。大物件呀，啊，了圆形的杯啊，个圆形的杯 ，sorry， 对不对？个都是圆啦，个来底啊，底啊面，唔是讲能底咯，有底个加工啦，有底我唔知物件啦，总之有皮、有切、有鸟、有高，就是高的物件来拜来纪念。你看，咱个儒家个思想啊，不是拿这物件来去拜好老爸老母吃的，伊叫你拜比拜五国个物件来纪念怀念了你爸母，不是吃来吃，不是讲伊要来吃，伊吃袂到你物件。儒家思想啊，不是讲你拜了好伊吃的咯，民间个思想是你拜了好伊吃。咱儒家思想观念是啥？咱个怎么来看？到头前五行啊，生肖有再生的时阵，伊无死的时阵，咱就去有效；伊死了后，咱就有效。OK， 所以死葬之仪礼，真正原则来看，咱拢无违背了真理。祭之仪礼，个商家有祭之仪礼个，咱就没有全部讨论啦，因为叫宝贝。将老爸的魂啊，当鬼灵来拜。事实上呢，孔子鼓励活人要对阿哩死过去人爱祭之以礼，就是讲，并且爱相信呐，咱的祖先啊，需要祭，需要拜。孔子的原本的意思啊，是就了解礼数来纪念。来教育咱后代，会记了咱人有祖先，咱有老爸老母，咱会有效来提醒，唔是来拜来吃，唔是来可以吃，也是来拜，咱来看啊。阿边只无小心啊，只不幸的是，咱中国的孝道甲原始的宗教文化信仰啊，来结合的时阵呢，中国的祖先拜变咗一个。宗教意识而啊，要予中国人受了儒家思想的这个，也就算不读册的知识分子，阮感觉讲无拜祖先就是不好。面对基督教的信仰的挑战，让会使放下任何的偶像的拜，阿咪干那拜公妈的代志也未拜。今日看到啊，人拜公妈，人拜祖先的是为了面子。为了见人讲，咱人不好，咱人拜愈济，像咱妈讲，站位往贵一个所在，往贵间房嘛，有时阵有人死，或者厝里该是有雷啦，因为因做这个叫咩，丧事就咧因悲伤受度，哇，讲好了啦，那是一个无受度的，像我咧做牧师，无没有雷的，无条悲受度来拜歪老伯老母，是我不好咧。我看咱人中人的头脑啊，也是怎卖？咱中人头脑已经开始咧效度啊，已经无啥故障。咱是来表演，我有小度啦，我买规矩啦，我买成礼，我坐我买张坐来拜位的老板，哇，代表讲我有效啦。那是一个无理的，无理免有效啦。所以看对啊，咱人讲这物件时阵啊，咱要思想。到底咱的有效度咯？
讲到这十位置，咱来看一个皮料。哦，无准皮料哦，我袂讲哦，阿妈打手啊，昨天点声太高了。我放着皮料拢看。1692年3月22日，康熙发布赦命，列属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准许自由传教。康熙亲临宣武教堂，题写了敬天和万有真源两幅匾额，又作诗称颂耶稣：供求十架血成溪，百丈恩流分自惜。在《生命之宝》一文中，康熙明确表示，天文久违出人币，福禄全是圣子通，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分得永生。18世纪初夜，梵蒂冈教廷派遣34岁的主教波罗来华，以捍卫纯正信仰为名发布谕令，不能用上帝这个名字，要用拉丁文托斯，教堂不许悬挂敬天一类额匾，不准敬孔祭祖，不能称许中国古经等等，违反者开除教籍。康熙立即将他逐出国门。康熙说，中国人的上帝就是真神，天不是物质的天，敬孔祭祖也不是宗教，乃是孝心与敬心的表达，与基督信仰毫不冲突。教皇无动于衷，一意孤行，再派主教嘉乐前来重申谕令。康熙13次接见他，见毫无变通余地，于是朱批如下：西洋人的无一人通汉书者，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，今见来臣道士，竟与和尚道士一般小教相同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，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，尽是可以，免得多事。4年后，雍正真正敲响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丧钟，信教的中国人一律处以极刑，教堂一律没收，传教士一律赶出国门。Hey, thank you.我要放这个 video 来看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目的你听出来？都知道咱中国读起康熙的点声呢，有一十个点声呢，读起中国的时阵有20万人信仰佛，读起清朝的时阵。啊，咪说呢？因为这刚才的宣教书来是帮助中国的，无咱中国那个古早都伫读起一领封闭的所在，唔知世界上咧多爱，是伊这个真侪宣教书来解讲，来解讲地球是圆的，即有即世界唔是干阿中国尔，咁样开阔真侪。到这康熙的时阵咧，伊个请这个宣教书来做一样的科学家，拿进来上科学课，2-3点钟。甚至康熙的学的皇帝们颁发这圣旨，和这宣教士去中国自由的传教320万的信仰所的基督徒。但毕竟诶，安尼侪人信仰所了后，天主教的教皇过来做了啥？讲讲未使拜这个，未使下这个，未使下经典的拜本，未使用上帝这字。然后康熙皇帝，这个、皇帝咧，佫已经加这个教释啊，先家己本身写回复教皇，讲我能拜，我拜祖先，唔是为了要拜，唔是一个宗教的，是一个尊重，一个
纪念呀。阿爷母莫听，莫听那样弟弟来交了皇帝亲身来接纪念十三刀，搞到皇啊康熙皇帝无变了，阮无爱假讲了，就是官样出。我要甲你讲，你告诉啥物？那是毋是古早一个天主教即教皇有一个偏见？听说咱唐人真侪人毋是听说啊？因为咱变了，咱真正是甲放纵宗教。我听你讲，最后信仰说毋是一个宗教来个，咱真正是甲将宗教下到个人身顶。宗教啥物是死的件，是律法的件。所以当初就是安尼款的人害死真啊侪的中国人，无通信仰。今日要啥？今日咱安怎看祖国？咱安怎看这个叫做友好呢？像这阵子讲读书后，我新做了后，我真坎坷，清贫，我未熟，我无去。我无做这个，我无做东，无做西，听你要甲我讲啥物事？圣经的教导无反对咱人，无叫咱人唔爱做这物，咱爱讲几难嘅。圣经话，看看你讲圣经大家讲，我咩嚟讲？基督教嘅要孝孝道，基督教是真正注重孝道信仰嘅，到底旧约都十诫。后世界是讲人甲神甲人的关系，后尾六界是人甲人的关系。在犹太人的奴隶，等讲安尼啊，奴隶系五界，头一个系五界，第二个系五界，这头一个班系上帝班的位系五界，个第五界就是爱孝敬父母，放落去头一个甲上帝关系的法范里底。表示咧孝敬父母，比后尾五条的戒命更加影响咱人家上帝观念。今日你话拜上帝，你不孝兄弟子，你不孝，系你话你不孝老爸老母，你家方面拜上帝意义对啊？咱的重，咱基督教的信仰是真正宽容，对老爸老母真正友好的。耶稣骂这法利赛人，你讲嘛乱为了咩？人讲嘛乱已经有。修了改名啦，有对律法来行，让无类假类来去友好父母了，让榜样父母下对假咯。耶稣骂的法利赛拢即榜样之人咯，无拢修了传统，但你无对了上帝改名。意思是讲孝顺父母即改名啊，即命令啊，耶稣意思讲啊，传统会使改，命令未使废掉。敬拜上帝甲友好父母未使分开，无孝敬父母人拜上帝门前无差价。这是咱的基督教的想法。佮就来耶稣，阮是家己立下一个孝道的榜样。安怎样？安怎样？伊要死之前，第十二届时阵，伊上教伊未佮照顾伊家己的母亲玛利亚了。伊个。甲伊个甲咧条件兄弟姊妹个也理解相嘛，伊个将伊家己个爸母、伊个老母教人教伊个门徒约翰教伊个，耶稣要死之前，伊讲，伊甲约翰讲，看我个妈，瑞玛 ，Look behold my mother， your mother， 伊将伊爸母交代。伊要死之前，定十二件事，伊要交代，将伊个物交予人照顾。你看咱个耶稣对幼孝是真啊宽容。一保罗讲物件，爱孝顺父母，何如贪学？的确，大基长，何如大基世间上有长岁寿？咱长岁寿哦，咱食老老，孝顺父母，这是一条有被有应允的戒命来。所以咱咧看到啊，圣经嘅孝敬嘅意义是包括生前爱养饲父母、孝顺父母，可以年老嘅日子嘅生活有趁着照顾。阮会对父母嘅态度爱尊重，未因为老爸老母老了无力了来看轻人来不孝人。即咱基督教嘅孝道啦，
咱就来看。OK， 圣经有讲到慎重追远啊，顶礼拜咱有讲到慎重追远啊。啊，你慎重的就是讲，慎重是看生死的要紧，追远就是咱纪念咱人的紧哦。OK， 圣经讲慎重。有看慎重哦，在创世二十三章第章第四节时阵，撒拉死的时阵，阿伯拉罕为伊哀痛苦号，为伊某来号，特别用四百个舍克勒，意思讲啊，暂时真贵哦，真正贵的镭啊，伊买一个房房地来抬，好好来安葬伊这个的阿伯拉罕的为家族的房地。多一所在，咱看到啊，一对撒拉的爱，每会看出一对这伴侣相处的看淡。咱几多到时间看淡相处的，搁再来看。了，咱有尊严咯。关于尊严的面前，就是作破。圣经记载，记载了正济多以色列的作破，主要落去创世纪第五章啦、第十章啦、十一章啦，然后三十六章。要出埃及记第六章，历代至上一九九五讲到，搁有十三章。新约不有真正详细记载了耶稣的家谱，伊的根啊，规个 family tree。这个了的启示，予咱看了物件咧，看了物件，伊就是上帝甲咱人的祖宗的关系。上帝嘛，以色列人忘记了祖宗，教会不应该真正强调参落实。慎重追远的这个代志，咱只看当的，所以你会做物件，你就卖感觉都信耶稣的人，那是你老百姓，你每天来看，那是拄到清明的时阵，你要做。啊，咱的信主的人无拜，啊无拜，你是不是讲你免去清明了咧？免去纪念这个咱人的老爸老母咧？咱来看，保罗讲个物件。保罗讲，我是自由的，无人会管我。但比我甘心做了正人的仆人，要为了要赚更加济人。这个是保罗成功传教的秘诀。伊做正人的，伊做仆人的原则啊，做阿三啊。伊在伊这传教的策略内面呢，唔是干啦，唔止无违背圣经，佮真正。真正充分的就是安尼讲，甲因阿边所在人正尊重因的当地文化。过去教会是用卖兵器，魔术卖祖先的牌位，咱无暗圣经来猜偶像啊，卖野鸟无暗圣经，卖小鸟啊，这品祖先未使食未着面呐，即个卖咱就三大。三不政策、五不政策，这个了卖，何人对基督教真正反感？真少来教导人之外，要安怎做？今日我要教导安怎做？咱来看，你看古仔传教书，引起中国，咱的基督教传教书接到中国时阵，穿中国的衫，留剃头壳的头毛，留辫子。治疗因中国的无，都想话只阿摩人个了，对遐因长山对个时阵，人会看因个小人。这人个了，一世人大留了中国，为了传福音，做长人阿摩人个个伊个个问做长人有中国的心，留了去传福音，安尼看影响真济人来信仰。人个看见小人个哩，人个了穿安尼看见中国装。我意思是讲啊，所以莫说讲穿着国装啊。我意思是讲啊，咱人阿未记接教人，咱当人的头路，当人的笑的时阵，咱未使讲这未啊咧无啱啊咧物件，咱唔是叫去拜，特别都咩何人感觉基督教唔是去排斥人，咱的宗教的想法，咱基督教的信仰是尊重人的文化的。我真无知，这不是骗你，我是跟你讲夸张物件。有人七十八只搞人狂，拍在老木梳啊！啊 ，hello， 你是麦克木梳，我是勇啊！我看到你会外口下一个，下一个布条啊，你下个改转一转啊，跟人
啊，你无顺利啊，解啦，即、这个咪看病啊，咪都系噶啦，即是女王啊，我是是哇，用女王，我是基督徒来的，你别使你吓咯，如果你吓啊无啱啫，你吓你吓啊个系系，如果做基督教家，你拜银角无钱差咁，你可能唔顺嘛，你问，我可能咩？你我唔就我唔就尽量尽量讲啊，姊妹，感谢你何位意见。但係我同你講就唔見，我唔知你同我上上冇上高等啊！你神社君教我神社君上冇上啊！但係我同你講就唔見咧，我嚟到只高等已經有十個位啊！我接超嘅高等十個位，我掉只波掉已經十個位啊！即十個位裏邊咧，我笨助無招三十幾人，用住你嗰樣嘢嚟笨助十幾人啊！成功彩嚟高等七百人啊！我唔知講。如果我傳統經未使用啲辦法，我唔知道有更好嘅辦法嚟教我啦。特別我用啲辦法幫助嘅人，尋打或超常之人啊。喺落尾冚陣我嚟，我唔見啊，喂麻無線珠，喂我就係喂麻，麻喂麻過，麻喂麻過喂。哦，阿妹麻無線珠我，佢而家坐嚟轉呢轉嘅，有冇線珠？我意思係講咩？就係溝通啊，就係人嗰啲集控教嘅人啊，因。咁運冇盡量人嘅本本科成十能走，咪可能大家啲康熙皇帝啊啲年代，能將學醫面攞浸會。簡單嚟講，點先搞咧？都情明是你能做。嗱，是你基督徒，我聽我牧師講，你愛影響愛改變你決定咯。嗱，是你決定阿位先做，因情明是準咧。我可能都愛做一個事，都邊樣揸住自己做情侶。佢做情侶時準咧，都成做一樣嘅做嘅嘢，骨抄啦、文抄啦、跳係好成，可能感覺到老是只係看重情侶。第二件事，老家企，因咩企是老街病嘅企。白白起因個人人嘅拜嘛，也直啦，也飄啦，也機啦，也貴之嘅拜咁樣，都係拜，都咪講咪皮片向拜，人哋唔做啦，唔人肯做，做咧後，你講啦，都咪拜啊，啊係，等者，都拜了，我過嚟，你做咩？你做邊行嘅？頭一行，你我教你三年嘅。頭一個就是叫做倒水裡倒水裡，啊咪是咩倒水？頭一個倒水裡是代表勝負嘅行為，人咪飲水思源，人喺看到我諗是真正看淡傳統，我真正飲水思源，我倒一個水落去，倒去即忘記時，我唔記了。我無老爸，我無我家人，我無上帝，我無我也要學友好老爸。第勝負是體諒勝負為者。第二個要做咩？第二個要做咩？第二個你使點垃圾？第二個咪點咪點硬垃圾啦？攞勁賺勁嘛，人人白垃圾，我人白垃圾咯。白垃圾代表咩？代表講是心靈嘅感覺。嗱，你看啊，阿咪樹都舊年時準啦，啊，講參加婚禮嘛了。阿咪樹點咩點垃圾咧？即叫做傳承，將後代落去。點垃圾上即一灰香灰無端，嗰是自己傳，自傳落去。阿咪行到怎麼樣啊？啊，非常講緊啊。啊，孟子公说啊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这都看淡后代。哎，会使点哪只，都是一拜，不点哪只是沉船的，倒水。有，佮在做咩？佮在做咩？除了鲜花，你看，鲜花是讲我最尊重，鲜花代表耶稣基督，
现官。所以你看，你规个清明，你拜哦，你不拜，但你都有惊清明的礼数，像讲儒家思想，你不违背四亲之礼，你不减掉这礼数，反正对你完成了咱中国人的礼数，天花拜了啊，拜了这。多注意，你若是讲你去到人出山的所在，你去基督教，然后如果未使拜，你哪做？你使做啥子物件？比如讲，你会使大平时阵，一仪式了，你使请阿家了兄弟姊妹来，你使做个仪式，你使将你的，比如讲，阿是你爸，阿是你妈，阿是你爸爹。啊！你将伊个一世人个故事写落来，了大家听，人特别来追思这个人，一世人做了物件，虽然伊无先准备紧，你讲好个，无人会拍你，无人也加面点你，你讲这人好，唔是讲这人歹话，人死啊，佫倾向于讲伊好个物件，所以人会看到，哎，拢先做个人，唔是讲安尼排斥。参都无对，即个咱东人的风俗的传统，所以你看到系怎样？咱会有效大基督教内面真正扩大，唔是讲咱信耶稣，不是拜阿摩教，从头到尾基督教唔是都系阿摩来，是大基督教来，咁大家听。